学到的事，在浮浮沉沉之中找到自己，不断累积，人生最难的学问就是放弃。在乎曾经努力了不起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要多少的勇气，了不起好好闪好好去，我只能说声真有你的。我学到的是别将拥有心放在手里，留在心中，谁都不能够拿走我的经历。有趣的是，我们都在不断的升级。奇怪的是，最后我们只是收集回忆。一张破纸就骗了他六千两银子，我们来世再做兄弟。动静老板，是你带我脱离苦海，
让我在你身边坐，我却恩将仇报，狠心害了你。你大人有大量，竟然没有嫌弃我，让我留在你身边继续做事。我刘启无法忘记你的恩惠，我就这样一定报答你。站住！我要进宫，我要面见皇上。放开！放开！上庭！住手！刘大人，陆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刘大人，我要见皇上，麻烦你带我进宫吧。我劝你回去，赶紧去刑场，还来得及，再和刘万三见一面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一定要见到皇上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让带我进宫。刘大人，行啊，我要见皇上，麻烦你带我进宫吧。要我劝你回去吧，亲自下个指示。你还来得及再和沈万三见一面？为什么不行？我一定要见到皇上，除非什么？刘大人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带我进宫吧。不行啊，闯出宫。要见到皇宫，非得皇帝亲自批的特旨。一路三跪九叩，至大殿。还要我仗阵，除非什么丁满闯宫，连这三关，就算你过去了，也未必能见到皇上。三关九叩，就靠着大殿，很难活着过这三关。仗阵过丁满，我能，我一定可以闯过这三关，就是过去。皇上看到我们外交马超，知道激动吗？你？为什么他作为一位演员，一定会赦免外三哥的。活着过这三关，麻烦你带我进宫。我能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好吧，就算我死了，皇上看到我的万丈俊，告辞未开，他一定是皇上能被你的精神所感动的。刘大人，麻烦您带我进宫吧。别说这皇宫大殿，就算让我上刀山下火，我终究想死，今天也一定要闯祸。皇上，能让你的精神所感动你的不能。刘大人，千万别说这皇宫大祸，只要我圣父臣下有功，我就今天一定要闯。宫门外传来消息，有人闯宫。什么人啊？听说是一女的要为沈万三求情。陆春香，现在何处？正在三跪九叩，从殿门外跪拜而入。
太阳一定会闯过。为了儿女私情，你自己竟然擅行闯皇宫，还敢为侵犯就还口去，把他拖出去，拖出来！皇上，民女蛇身妄妄为，不为儿女私情，只为天下百姓。而且民女所求，也并非是民女一人所求，而是为千万老百姓所求。皇上，民女陆春香。恳请皇上赦免这万三。你一统一下，皇上，我是三三大
站长。皇上圣明，皇上乃人人之君，千万万之福气。唔知道娘娘嘅病危一点点？娘娘的病加重，听说还吐了血，点解会这样？皇上圣明，你有没有用啊？万三恳请皇上，一定要尽快为娘娘服药。如果唔系，我怕娘娘嘅病。如果皇上是不相信番人的人，萬三願意親自試藥。好，好，依你聽你講。小民沈万三，沈万三娘娘请安。快起来，谢娘娘。回来，慢点走。我看见了，给您病。
觉得心里舒畅许多，心口也没有那么疼。三万三万三转转的朋友，我对头站到了。我是三万转转的，来，敬大家一杯，我给大家。我们到底什么爷？这主要是六五爷的骨架。六五爷了不起啊！我反正第一次看见六五爷太凶了。我只求你能早一点回来。我只想安安稳稳地过一段过满月三。鸳鸯戏四海，同枕相共戏，左脚右脚，不分大分大小。我既不想放弃当一个普通的商人，可现在又不知该如何是好。雪儿，我现在真的很矛盾。我真想说，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
也许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。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只有有太阳升起，和他老三的地方。只要是在太阳升起降下，一定还有一定还有在路途口，有再有美好旅程。你一直都说我不重要，我是一条在海里的鱼，是否够停下来说？但其实，我将帆划在船子，因为那只是船，春水帆船人的东帆是整个松万事俱备，只欠那鼓起船帆的东风把我送入大海。这是我心中才能回来见你。不过我一直想着你。多年的道理朋友，不必客气，坐吧，坐了。谢谢王先生。先生，先生，你猜猜我这玩的中意你曾经的问题？半死日。哎呀，神机妙算，神机妙算呐！哎，你如何得知的？恕情绪上罪者讲，啊，我哎呀，这以先生之机算。我大明天下之后世之事，该当应该点？茫茫天数，我主万子万孙，何必问哉？啊，虽然自古兴亡，原有一定。况且这天下亦非一人的天下，啊，唯有得者才能享之。哎，言之何妨？皇上，今天两幸运气啊，先生。先生，那我问，咁我问你，你说这你话呢个海该开不应该开啊？不知皇上听没听说风和太原的故事？愿闻其详。风要和太原。打赌、嗯，他们要看谁的本事大。正好有一行人经过，这风便说：“看看我们俩，谁先能让这些人把衣服脱了，谁就赢了。”太阳说：“好啊，一言为定。”于是这风越刮越大。越刮越大，可所有的人把衣服是越捂越紧。轮到太阳了，太阳就发出了温暖的光芒，照耀在这些人身上。这些人热得受不了了，很快就把衣服脱了。哈哈哈皇上，先生，先生，你说这娘俩
何时才能生产呢？皇上必有大喜，稍安勿躁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娘娘平安产下太子了。哦，真的？真的？哎呀！Thank you.
四位前辈，虽然我们不是生意伙伴，但这里还要有了各位帮春香打点好生意。因为从一开始，我就是帮着老蒋经理，所以我希望走之后，赵总就万三兄弟，就放心好了，我们还等着你给我们带好玩意儿回来呢。是是是，东家东家，都把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启程了。启程吧，启程吧，我走。好，好，好吧，谢完谢，我请回吧。一路顺风，一路平安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是根本，正所谓金子是金，金石为开，不要辜负了皇上对你的信任。记住，大明需要你，百姓也需要你。皇上放心，万三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听说你的巨头领嘴头不服了，这管怎么管？拿上来。Yeah.
什么眼神？看吧，藏海螺。有了这个龙，我们的船就可以乘风破浪，向西海。无论西南北西方，都将不会。你是我们航行的方向，为我们大运好，打开海外经商贸易的通道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真真正正的去闯门，真正的去闯门。我沈万三会回来的。难得的是，我们都没有忘记坚持到底。可贵的是，我们都只在乎曾经努力了不起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要多少的勇气，了不起好好散好好聚，我只能说声真有你。水怎会有生机？